再一次见到老朋友艾瑞琼大使，感觉特别的亲切。那么也听到您要出任驻台的大使呢，我也心里是非常的开心。那么去年11月呢，台湾跟马绍尔群岛刚庆祝建交20周年，此时此刻，海尼总统阁下将大使重任交给您，也代表了马绍尔群岛对两国邦谊的重视。那么过去2年多来，台湾跟马绍尔群岛透过元首的互访，各领域的密切的交流，不断的提升合作的关系。像是去年的7月，海尼总统来访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共同签订了两国国民互免签证协定，那么以及海巡合作协定，都有助于两国的交流跟发展。那么过去2年多来，不论是在国家的发展，还是对区域安全稳定的贡献，那么台湾的努力，世界都看到了。那么国际社会对台湾也有越来越多的肯定与支持。那么勇敢自信，世界同行是今年我们元旦的 banner。那也是台湾人民走向世界共同的期待。那么过去2年多来，我跟海尼总统之间有很多的往来互动，那么也感谢海尼总统对台湾走向国际社会的实际的支持。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感受到台湾人民对参与国际的信心与决心。就像是马绍尔群岛人民最关心的气候变迁议题，台湾也愿意在各个领域跟马绍尔群岛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，一起来落实永续发展的愿景。最后，我要再一次欢迎跟恭贺艾瑞琼大使，祝福您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，我们一起为深化两国合作开创新的篇章，谢谢。